出去，请问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Bonnie。那你有没有想要感恩或感谢的人或事情呢？有啊，有啊，我要感谢我妈，还有我的主管。两个。两个人。所以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妈妈叫韦秋珠。她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感动？就是他从小一路照顾我们到长大，然后就是会说小时候我们鼻子塞住，他还要帮我们吸鼻涕啊之类的。对啊，然后就是小时候常常会跟妈妈顶嘴，然后就是吵架之类的，但现在长大就会觉得说其实他骂我们的时候他也很难过这样子，然后现在他有时候都会跟我们撒娇说我在他旁边很想你这样，其实我觉得自己还蛮对不起他，也谢谢他就是一路上面都陪在我身边，因为我们今天还蛮多。所以另外一位呢？另外一位也是就教导我很多，是我的现在的主管。对，他就常常会跟我，我常常会跟他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借我5分钟？然后他就会带我到那个小教室里面去谈，然后就是做我们的心灵导师，然后就是安抚我们的心灵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想要祝福那两位什么样的一个话语？对，我希望我妈妈就是永远都健健康康的，然后之后我们可以就是住在一起，然后我可以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对，然后主管的话就是希望我祝福她第二胎可以生女儿，然后就是可以在很多人面前办演讲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发光发热这样子。太棒了，拜拜，谢谢你，拜拜。